所以声闻有声闻的禅定，缘觉有缘觉的禅定，菩萨有菩萨的禅定。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禅定啊，禅定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八万四千种？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，那你就晓得我们今天念这句阿弥陀佛持名是不是修禅定？是的。我们是用智持名号修禅定啊，这个佛在大集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念佛是最高的禅定，是经上讲的，是无上深妙禅啊，佛是用这个话来说啊，持名念佛是无上深妙禅啊，所以他能得定啊。四业心不乱是大定，离业心不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离业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，跟禅宗大彻大悟是同一个境界啊，跟教下的大开圆觉也是同一个阶层的啊。功夫成片是念佛人最低级的禅定啊，最低级你决定得生净土真管用啊。啊，功夫成片是什么样子？一天到晚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杂念，这叫功夫成片啊，这是最低级的，念佛三昧里最低级啊。事业心不一样，事业心见识就是见识烦恼断了，他的境界跟阿罗汉平等啊，跟华严经七性位菩萨平等啊，那个功夫深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，他不是生同居土啊。所以功夫成片呢，生凡圣同居土啊，这里头也有三辈九品，上辈往生，这上三品，上上品，上中品，上下品，自在往生啊。那我们想一想，像盈科这样的人，真的造的罪业相当于五泥十恶，他这个三天三夜念佛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他是什么境界？